感，文化让你有高尚情怀。走进我的空间，打开你的视野，让生命更加壮丽，让人生更加精彩。军旅文化大视野，期待您的到来。难忘的故事，最精彩的瞬间，欢迎大家收看军旅文化大视野推出的特别节目《盘点2012荧屏经典时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涵，我是主持人王静。前两期节目里，我们分别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欢笑时刻和最动情时刻。是啊，节目播出以后啊，观众的反应是特别的强烈，说是看完了第一期，腮帮子都笑掉了；第二期呢，把家里的纸巾也都哭没了。的确，做客我们栏目的嘉宾们，他们以独有的幽默和深情的故事，给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战友们带去了太多的欢笑和温暖。除了欢笑和温暖，我们还感受到了许多值得我们荣耀的精神。那么本期我们就将盘点2012军旅文化大事业荧屏荣耀精神。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与荣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德艺双馨，勇攀高峰，再创辉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名字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的精神却让人们永远铭记。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精神永不磨灭，永不褪色，将永远载入历史的伟大丰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2012年军旅文化大事业节目中那些鼓舞人心的荣耀精神。今年的奥运会上，我军的健儿参加了12个大项，取得了5金2银的好成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军队赢得了荣光。尤其是看到赛场上运动员夺冠以后敬上的庄严的军礼，作为战友真是感到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可是啊，在这些成绩背后需要付出多少的汗水和艰辛，那是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记得刚从伦敦回来后，王浩、焦六阳、周露露就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分享了他们赛场背后的故事。没错，我还记得焦六阳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女孩，而周露露又是生活当中特别可爱的姑娘。在他们的身上呢，除了看到这些生活当中的一面，我更感受到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让我们一起再回顾一下。伦敦奥运会上，我们国人呢都是为你喝彩加油。特别想关心一件事儿，就是这次获那奖牌，能让我们看看吗？带来了吗？带来了。谢谢。你们想给战友们看看，想不想看一下？你们摸完以后，你们在这个训练上肯定都会突飞猛进。我是第一次啊，这样这个接触的金牌，就是亲手能摸到它、看到它，都在电视上看啊，太羡慕你了。嗯，其实今年那个焦刘洋在他的200米冲刺当中啊，其实是释放了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一份激情。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看一下比赛的场景。焦刘洋在往上追，排在第六泳道的选手现在排在第一位。这是西班牙的贝尔蒙托，我们选手看来也是在全力以赴。他现在领先其他选手。刘子歌现在暂列第三位，焦刘洋排在第二。加油！现在焦刘洋开始发力了，开始发力。焦刘洋开始发力。焦刘洋。焦刘洋开始发力了，现在他已经在迅速的加力。焦刘洋加油！贝蒙特加西亚现在已经落到了第二位。焦刘洋等待了。焦刘洋加油！等待了4年的时刻，焦刘洋，这个冠军属于焦刘洋。中国，红色中国。焦刘洋，这又是伟大的时刻。在这场比赛里边，中国运动员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我现在看我自己，我依然很激动哈，真的，我看了以后我替中国人高兴，真的。确实刚才你看战友们现场又一次为你喝彩，谢谢。就是最后在冲刺那一瞬间哈，真的你就像好像又想又加了一个发动机一样，那个速度唰就起来了。这是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吗？有对，因为游之前保存体力了。哎，对，然后我跟教练也制定了一些比赛的战术。在预赛的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下，前面的比赛就是前五十稍微的慢一点，然后看一下后面的感觉，然后感觉很不错。然后等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又换了一种战术，就是在前五十的时候，稍微游得快一些，然后看一下后面能不能回来。然后游完了以后感觉比上午要累一些，然后最后我跟教练就决定说前面五十稍微还是给自己留一些余地，然后从第二个五十就开始加速。对，然后可以说我从改技术开始到现在4年的时间，这个200米蝶泳的决赛是我分配，就是每个五十分配是最完美的一次。每个五十的分配啊，这是我们的战术精心设计出来的。可是你在头一个五十在游的时候，你是故意的要保存一下体力，对，或者是不是放慢一些速度，对。但这个时候万一要有突发情况呢？如果别人赶超你很多呢？我对我每一个五十的控制还是比较有把握，我大概游到什么样的动作，然后我可以估计我能游到多少秒，而且我觉得他们落的我的位置是我可以有把握撵得上去的。你在水中能看到他们是吧？对，用能感受到是吧？嗯，这家伙他在水里边游，自己说这五十米能多少秒，他能计算出来。对，这得经过多少次精准的训练，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对呀，那你要平时的训练，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可能上午3个小时，下午3个小时，然后最多的话可能一天达到2万米，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在1万6左右。一天1万6。游1万6啊！我的妈呀！2008年是2分04秒72。对，到第二年伦敦奥运会是2分04秒06。对，提升了0.66秒。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哦，0.66秒可能对于咱们平时，就不是弹指一挥间了，就没了，就过去了。但是运动员在已经达到这样极限的程度，能够提高这些成绩，太不容易了。你跟我们讲一讲这4年怎么提升的。可能确实4年前可能很年轻，对于一些大赛的经验比较少，而且比如说我技术上面有一定的缺陷，因为当时我的技术还是不稳定的换气次数，就是可能我感觉好的时候可能2次臂，可能我下一次就是1次臂换气，就是没有规律的。对，然后也是从奥运会完了结束以后就一直在改技术，改成全程2次臂换气。我也是在奥运会决赛的时候，包括预赛、半决赛才真正的就是从头到尾2次臂换气能做下来。对，这4年我觉得可能在这个方面上提高的还是比较多，而且4年前还是穿的高科技鲨鱼皮的泳衣，然后现在是禁止穿了嘛，所以我觉得能提高这些成绩，还是对我来说还是有一个证明了我这4年来的努力的。对，到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整个队的这种也发挥得非常不错，在那会儿的这种状态，包括自己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感觉，都是奔着这个冠军去的。所以说最终输给了马林，我觉得自己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这种纠结的这种感觉。反而到了这届的时候，对我来讲唯独一个参加过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运动员，所以说能够跟他们一起就去并肩作战嘛，觉得这个4年当中确实这个大家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而且对我来讲可能单打可能多多少少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点遗憾，但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不错，因为没有输给外国人，最终的这个金牌是在我们中国，而且所以团体当中的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我觉得你刚才那句话说特别好，好在我没有输给别人，输给自己队友身上，这块金牌还是我们中国的。让我们通过大屏幕再回顾一下当时比赛激烈的场面。鲍祖成双打对阵吴尚银和柳承敏，以3-0击败对手。这是王浩继2008年奥运会后获得的第二枚男团金牌。
尽管他只在双打中上阵，但却在这个团队里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在最后的双打中，王皓气定神闲，出手果断。当张继科的状态出现起伏时，他帮助张继科及时调整，用完美的表现为自己的三届奥运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完成了从出色到伟大的蜕变。真好，尤其最后这个画面，你和国梁指导标准的军礼啊，这个是你们提前约定好的吗？还是要一个习惯成自然？已经习惯了，我觉得，因为毕竟可能我们是一个运动员，但是同时又是一名这种军人，所以说可能更希望的能够不光是展现运动员的一种精神，可能更希望能够在赛场上体现军人的一种责任和一种荣誉感。所以每次比完赛以后，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用最这种庄重的一个军礼吧，来向大家这种去感谢。我觉得，你知道吗？我们看到你和国梁指导进行军礼的时候，尤其作为战友哈，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是咱们的人啊，就是这种潜台词，是吧？再上演一幕2004年雅典的谭功湖那个全力大反击的一幕哈。刚才卡什尼娜的3-3-2已经是总成绩的新的世界纪录了，我们来看看周露露这一把起来的话，3-3-3将又是一个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全力向上，郑文太厉害了，333公斤，新的总成绩世界纪录。周露露太棒了。哎，刚才看视频，露露，我特好奇你上场之前都喊什么，我听不清，我当时听什么 It's right 是英语吗？不是，轻松、轻松两字。对，这是怎么喊的？现在还再喊一下，喊一下。现在这是没有那个感觉。马上比赛就开始了，现在外面的杠铃已经加到了187公斤，距离上场时间还有最后的20秒钟。现场解说。哎，比赛即将开始，小露露已经开始做好准备，她开始从准备室里一步一步走出来了。教练在旁边，露露，我已经看你的了啊，这把加油，放心，要放松呼吸，沉住气，好，可以上场了。还有。倒计时1分钟开始了，我喊的是震人，没事，我们要听你那震天的喊声。轻松，紧张了，轻松。训练习惯。哦。家乡话吗？也不是吧，他主要是喊起来，其实自己听得蛮清楚的。清楚。哦，自己心里清楚。他其实也是给自己一种加劲儿吧，鼓励。对，就是自我激励的一种方式。对，当时你知道，因为你比赛的时候，对于很多观众来讲，看这个比赛啊。所以你们大力士比拼，而且你讲你这个对手俄罗斯那姑娘也是跟你较着劲儿似的，但是我们看比赛其实挺放松的。所以187以前在正式比赛里边，这样的这是属于最好成绩，最好比赛中。对，哦，就以前没有举过这个成绩。对，以前比赛没见过这重量，以前比赛最好挺过183。对，那对手在第一个大项就抓举当中的优势，没有给你在接下来的情绪比赛里面带来心理上这种威胁和压力吗？也没有想到他可在抓举当中这么好，我这个攻击优势啊，是之前已经预想到肯定抓，因为他抓举实力上肯定要把我落下来，然后当时有时候，但是没想到是5公斤，对，其实挺多，10斤呢。对，然后再加上我自身体重比他大，然后必须要超过他6公斤嘛。对对对，当时大家一瞧，你看锦标、吴锦标都在旁边带着其他队员，他们比完赛之后都去给我加油去了。都去给你加油。哎，我刚才特别细致的一个镜头哈，就你举完那187公斤的时候，我看你都准备离场了，突然回了一个头，敬了一个军礼。哎，你当时什么心态啊？怎么想的？当时想我举起这个重量，因为比赛就是有史比赛来我最好的一个成绩。然后我举起了之后，然后回来给个鞠躬。你看一看，是吧？当时一瞧这个，大家立刻就看，哎，这标准的解放军军礼。对，哎，然后人家，你知道现在说什么吗？说这是史上最强悍的军礼。哎，一名军人吗？
哎，一鸣先生，对，向大家展示一下，我是一鸣军人。一鸣军人，而且当时大家就想了，这个你要这个说，立刻就会好多人给你画像。德艺双馨是很多艺术家用一生的时间追求的一种境界，是他们对德行、对艺术无限探求的一种精神。是啊，在我们部队就这样一位老艺术家，可谓是真正的德艺双馨，是当之无愧的排头兵。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就是这种平凡中见伟大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他身边的同事和战友们。我知道你说的是杨洪基老师，我还记得他下部队时还带着理发剪，如果有空就会给战友们理理发。我们听说您下部队啊，除了演唱，还有一个保留的一个曲目，您一直保留着。这个不是歌，是给战士们理发是吗？啊，那个是60、70年代以后、是吧？70年代以后开始。啊。就是开始我们下部队去演出，我就感觉我们部队那个战士啊，那头发理的都要不剃秃瓢啊，要不就有的就理了一块一块的啃的，就跟那个梯田似的。嗯。哎，我说你们的头发怎么理成这样的呢？他说我们也不会理，我们都自己互相理。就理成这样，当时我就想，哎呦，我要是能会理发呢，给他们理理发多好，每次下午得能做点事儿。这后来回来，我就买了一个推子，买了一把剪子，完了我们团里给我配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箱子，小箱子，买的什么这个围裙呢、啊，这围布、啊、挂着，我就开始练，开始拿我们同志练，他们真让我练，哎呀还不错，这所以我们这些周围的同志都非常好，拿他们理发，来吧。给人家开始也理了一块块的，我记得我开始刮练那种刮胡刀啊，就那种刀子，就是那个拿那个我知道杠刀子，杠那个刀子哈，给人家拉口了什么的，那都难免经常事儿，但是人非常好，我就从他们这练出来了。后来下部队理的不错，以后我们下部队一个是给战士理，一个是我们同事都是我给理，大概一直到80年代吧，理了将近20年，后来我觉得我这个技术啊各方面已经不行了，已经落后了。人家都到理发馆里了，部队也都有个理发室，都是专业的战士在那给理发，我再去肯定跟人家比。现在去还理吗？现在就不理。现在不理了。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了。一开始肯定不是出于这个杨老师业余爱好，他也是出于对战士一种情感，是吧？觉得我除了唱歌为你表演以外，还有什么我能做点事儿吧？我就觉得做点事儿，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学会了也是一门手艺。对，这也是卫兵服务其中的一项。我听说您那个准备这40年当中。有一段时间还在咱们团里拉大幕，70年代七二年吧，三年的时候，都学样板戏嘛。我们团当时排了一部那个京剧《那杜鹃山》，不是杜鹃山，海港。啊，海港唱的完全是京剧，我根本唱不了，我一个男中音我唱不了京剧。后来说那干什么？你拉幕吧。我说好吧，我就去拉大幕。但是我觉得我的幕拉的我很自豪，因为拉的很自豪。开始拉还没这感觉，就是哪个就需要快需要慢，慢慢就反正就按着快慢来拉吧。后来音乐一响，就容易进到这音乐的情绪里头来了。比如说有的场子啊，哐当这个鼓点就来了。你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慢慢腾腾的拉，它就不行了。你必须在音乐里头拉，这会儿就咔，这会儿又啊，这就给倒过来了。完了有的那个就是那个进入慢板了。那你这个幕就得要在音乐里头。其实后来越拉这个大幕，就感觉完全进入音乐了。有时候居然这个幕刚刚一开就鼓掌了，这观众，我不拉幕能拉出凤头彩，不知道这个观众是为我鼓掌，这个还是为这个戏鼓掌，反正是我的幕在拉的时候开始就有掌声了。哎呀，那这反正我感觉拉的大幕不敢干什么事都得有一个感觉，找到这个感觉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想我这个幕拉的也还可以。你看艺术家就是艺术家，拉幕能拉出感觉，拉好舞台的幕更能拉好人生的大幕。杨老师这么多年呢，德艺双馨啊，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的排头兵。肩膀上转圈，头顶上跳芭蕾，将芭蕾与杂技两种艺术完美的融合，杂技去天鹅湖。问世7年来，被外国人盛赞为最美的杂技、最显的芭蕾。这出剧呢，是04年在第8届全军文艺汇演当中推出的，由赵明导演，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创编的。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在国内外是享有盛誉，他们多次获得了金小丑奖。可贵的是，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辉煌的过去，而是在不断创新、勇攀高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可以说是为世界杂技艺术做出了伟大贡献。今年他们的创作团队多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再来分享他们的创作艰辛。我为什么就是把这个天鹅湖就属于颠覆性的革命式的，就是把它用一种杂技的一种表现方式去作为一种剧去来去表现它，就是说你对我们中国的艺术家不理解的话，我们中国的艺术家完全有能力去颠覆你的西方经典，而且是非常之成功，轰动了全世界。嗯，这个天鹅湖是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他们到俄罗斯去演出的时候呢，就是说哎，我们四十多年前我们给予了你们就是说天鹅湖，但是呢40年以后你们还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之神奇不可思议的天鹅湖。中国人在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体化的时候，中国人怎么去来演绎西方经典，而且用我们的一种传统的这种杂技表现方式去来演绎的经典天鹅湖。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是感到是非常的欣慰的，就是说通过了霸王别姬，通过了红楼梦，再去演绎天鹅湖，我觉得这个路子是我这几年来就是说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的思考，每一个过程它有一个作品去来体现它。他们俩当时已经有两个人的这个双人的这个对手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他是世界前三名，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嗯，那么通过团里经过多少年的不断的打造才成为走的。我听说因为今天他穿着军装了啊，就不方便给大家来展示看，就他这个地方整个就因为训的哈，他那个脚尖要站在这个地方全是黑的是吧？对，在这个三角肌这里，三角肌这个，因为他要靠就在这个支撑点支撑着一个人呢，在上面还要做技巧，还要做动作。当时就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虽然在过去这个从事体育的时候取得过全国冠军呐，什么世青赛冠军，但是你来到了战士杂技团，这个团队是一个有着赫赫战功，有着优优秀的这个传统和历史的这个团队，可以说每个演员都是这个一等功臣或者金奖的获得者。我们到了这个团队，我们要向那些前辈们学习，然后要为这个团队这个做出新的贡献。拿了银奖都觉得是丢脸，是的都是给团队丢脸了，就是那样一种心情。这个是战杂的一个传奇，也是一个光荣传统。所以他们两个，一个是怀揣着自己个人对艺术上的一种追求和梦想，更主要的刚才他谈到了是为这个团队，为了团队整体的荣誉着想，付出了他们的辛苦和努力和汗水和血水。据说付出的还要多。在国外演出期间我就觉得我不舒服，那时候是天鹅湖应该是有100场的合同，去医院检查以后确实是怀孕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就觉得自己发懵，那个心情啊是一种害怕，一种恐惧，就也还是依然没有那种幸福和那种喜悦。然后我跟他说的时候，当时我们团长不在，他不在国外，我们那个政委也是刚刚到。我跟他一说这个情况以后，魏宝华我当时印象特别深，他的汗呢就马上就流出来了，靠在后面半天他都说不出话来。我在想象当中当父亲那种人家应该有的那种喜悦之情，我在他身上我都没有看到过。所以后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国外他是负责带队的，所有的演员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这个演出。我觉得今天我有点乱，真的，这个问题你来说吧，我说不太清楚。所以后来就在演了6场之后，然后呢在得知怀孕的情况下又接着演了这个17场。所以现在讲呢，我觉得这也是挺传奇的事儿，我们一家三口演天鹅湖演过23场。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第一阶段23场演出结束以后呢，这个回来以后，这一点我特别感谢这个我们团我们军区的首长，就是对我们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种关怀。他们非常尊重我们个人的意见。对。这个时候家里呢也是非常希望我们要这个孩子。是啊。两个学生最终要下来了。对。留下来。现在的儿子。现在2岁半。哎呀妈，我这心终于落了地了。你看看。我一直哎呦。哎呦。嘿，真可爱。开玩笑。这恐怕是年龄最小的杂技演员，80年，是不是？静涵，我想问问你，你对忠诚这两个字怎么理解？
忠诚，我觉得忠诚就是对国家殚精竭虑。我记得古代有岳飞精忠报国，那么今天呢，有我们的解放军忠诚于祖国，忠诚于党，为了国家安定人民幸福，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是啊，我们的边防卫士常年驻守在祖国的高山海岛边关，他们的忠诚是无言的，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诠释了这两个字。我相信接下来出场的这两位嘉宾呢，演员刘之冰和编剧孟冰，在他们下基层创作的时候有着独到的感触。我这里我可以给大家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当年我在拍《走向喜马拉雅》的时候，那个地方在海拔3980宿营，就是这部戏。在这儿，这个戏我在西藏干了100天。哦，这个地方叫然乌，我在这儿住了将近一个月。这个兵站，当我们最后离开这个兵站返回的时候，往东返回的时候，有一个老兵说我要搭你的车下山。一路我默默地行走十几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宿营。一开始是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俩人没什么更多的话，后来逐渐聊起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当兵几年了？他说7年了。我说你回过家吗？他说，我说回家几次了？他说我这是头一次。本来我是这样靠在这儿坐着，我说几次？他说我这是头一次。一下我就有某根神经被拨动了，我说为什么是第一次？他说因为太远了，回去一次很不容易。也就是说，然乌的长安街东起点到西止点不过200米，东面一个我们陆军的兵站，西面一个武警的兵站，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他待了7年，他没有回过家。我说那你去过最远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说我去过白马，白马离那个地方大概有100多公里。我心里头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一下就特别难过。我说那你不觉得自己亏了吗？他说刘老师，其实没什么亏不亏的，这是咱们国家的地方，这得有人在这儿。你要是不在这儿有人住的话，别人不就会来吗？别人来了，你就说是他的地方了，所以他必须得有人在这儿。再没话了。我说那你回家，你爸你妈得多高兴啊？他说是，全家人从半个月之前就开始高兴了，因为通一次信也很不容易。他说这次我姐姐到准备到成都亲自来接我。我说你家哪儿的？他说我绵阳的。我说绵阳到成都没多少远了。我说你干嘛要你姐姐来接你？他说不是，他说我7年没回去了，我姐姐说家乡变化非常大，他们怕我找不到家。当时这句话，我就在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境界？当他履行他职责的那份忠诚的时候，他没有更多的话语。当他说思念亲人的时候，他也没有更多的话语。但是他用他的行为写了两个字，忠诚。有一个守海岛的一个战士，他在这个海岛上待了22年，就守着一个灯塔。我说你这个22年就在这儿待着，这个哪也没去过，你不会觉得很遗憾吗？他说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日出，每天傍晚的时候我都能看到大海上的日落，然后每天夜里我都会看到对面海岸上一片灿烂的灯光，别无所求，很简单。所以我有时候我们想，今天这个生活，今天的社会确实让人有很多很多的欲望，很多很多的要求，甚至也有很多的奢望。我想想，我常常想起这个战士的形象和他说过的话。那您觉得他为什么守在海岛上？难道他没有有吗？他没有啊。所以他很简单，他很单纯，他很纯粹。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或者说应该有这样一种精神，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认认真真的做好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呢，
可以让自己生活的简单一点，单纯一点，纯粹一点。这样的话呢，人的境界，人的心胸，都可以更清澈一些。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瞧这个陶醉劲，快快游回来说主题。考考你啊，这是哪部电影？闪闪红星嘛。哎呦，还真没考住。这就是闪闪红星当中的主题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哎，不仅是这部主题曲脍炙人口哈，其实电影当中的人物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潘冬子、冬子妈、冬子爹等这些经典形象，其实到现在也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曾褪色。对，这些经典形象之所以能留在我们的心中，不仅仅是因为电影的故事引人深入，而且是一种机智、坚定、勇敢的革命精神一直支撑着这些荧屏形象。闪闪的红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在1974年完成的一部优秀儿童电影，以在30年代在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江西一个叫柳溪的山村里，讲述着一个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统治下的几十户贫苦人家里所发生的故事。影片有着浓郁的抒情气息，清新而不失凝重，片中插曲格调昂扬向上，节奏鲜明，有力地烘托了影片主题。该片曾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2等奖。当年您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谢谢，真的是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的小英雄啊！现场给我们回顾一下吧，那炯炯有神、具有品牌的眼神。不行了，经常就是有朋友这个给人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的潘冬子，人家大吃一惊，潘冬子怎么长成这样了？他会有这种语言。首先感谢这个咱们在座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刚才给我的掌声，也感谢大家还记得我，非常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也给谢谢您呐、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我个人感觉，就这部电影里边啊，用一句咱们说一大白话，就是儿子像儿子，妈像妈，爹像爹，都是我们观众心目中那种标准的形象。李老师，您谈一谈，您是怎么来诠释这个人物的？我有点不是说不上来，为什么我激动了？我很，一个是我对老一辈的这些革命家，我引起我怀念他们。另外，我今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觉得我好像是，我也很想念。我曾经演过的这个冬子妈，我还没有过这种感情哈。今天不知我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我引起我这么一种心情。冬子妈这个人，大家都看过这影片了，很清楚了，她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群众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又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她的信仰，又实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是高尚的，是要让我们后人们要崇敬的一个人。我这有一篇我当时剪下来留着，这就是党的生活的一个小刊物。这个小刊物的标题啊，是叫冬子妈样的党员又回来了。这是一个北京化工三厂的一个工人，这个一说起来，在座的有些同志们可能你们二位年轻不晓得有这个调集呀、这个工人呢，在这一次调集的时候啊，有他，但是他这篇文章写的有他，但是他想到了别人还更困难一些，所以他把这个名额呀，是他的名额，他让给了别人。他就说呢，我要学冬子妈，我们要作为，他是一个党员，作为一个党员，要为别人着想，要替群众着想，要替困难的同志着想，
所以我就说呢，东子妈这个形象它是深入人心的，是不是啊？就这篇小文章啊，我当时还有了，当时没剪，就这个我剪进了，所以东子妈样的党员又回来了。所以我今天我这个心情也有一点，觉得我还是特别怀念这些个优秀的党员。嗯，啊，优秀的党员。李老师，我现在能抱抱您吗？谢谢您，谢谢您。当时您扮演这个角色，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心理感受？有那么几场重场的，一个是呢，这个取子弹，啊、负伤，这一场戏，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离别的戏，撤退，还有一个就是父子相会，这三场戏是我的重点。这个取子弹这一场戏，他要表现了一种坚强勇敢，就是不打麻药去动这个手术，给儿子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爸爸怎么在战争年代过来的，他怎么战争勇敢，怎么负了伤以后呢，在困难的情况下呀，节省那个麻药给其他人用，自己呢忍受着痛苦，这个行为呢是给了东子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但是作为演员的表演，我自己看，当东子看到爸爸的那个伤腿，那个眼泪唰一下子，眼眶的泪就含到眼眶里边，爸爸，在这个时候，潘兴义说了个什么？儿童团圆还行，哭鼻子，都儿童团了还哭鼻子，这个话呢？是不错的，但是我说的太生硬了，你想想，儿子看着爹负伤那么心疼，这爹好像儿童团了还哭什么，就有一点冷，就不是那个孩子啊疼爸爸，爸爸还得要安慰孩子，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一方面就欠缺。哎，那既然赵老师您自己提到这儿了，按照您现在的理解，您觉得这个台词，您觉得应该怎么说才会更为精彩？应该是啊，缓缓和和，拍着儿子，就是这个爸爸不疼，你也不要心疼，这个词儿呢可以不说。但是用这个动作和表情要表现出来呀，安慰儿子，都儿童团了还哭什么，你要是如果这样，这个戏呢就比如呢都儿童团了还哭，这样呢就我就觉得他就亲切一些，生活一些，能够更感人，更真实，所以在这个我就觉得是很遗憾的。老艺术家就是老艺术家，对自己要求很高，而且还用现代人的一些个角度去看当时饰演那个角色。其实啊，赵老师真的不用有什么遗憾，太经典了，这个影片是吧？说起电影人物所体现的精神，我要提起一个人物，就是雷锋了。他是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也是奋斗了终生，甘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们是从小听着他的事迹长大的，他的精神也是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其实雷锋精神一直在我们身边，从老一辈艺术家到今天的小学生，我们都能从他们身上感觉到雷锋精神的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对雷锋精神也有着新的理解，雷锋精神越来越具有时代的特色。更重要的，我觉得写雷锋，在我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创作激情，或者说是一种政治热情，或者说是一个编剧吧，一个文艺家的他的那种责任感。我刚才注意到您说这一点是有感而发，是非常积极主动的想创作。当时虽然是我们都是接受这样一个政治任务，但确实对雷锋同志有一种情感，是吧，罗老师？是的，全国人民都有一种情感，包括我们的艺术家。那个就是雷锋这个事迹是感人的，嗯嗯，他没有什么特别
重大的一个什么，是，但是他非常难就难在这里。哎，我就是这样想，我说一个人呢、啊、他工作上噻，他有他的本职工作，还有人要尽个本分，是吧？你比如说儿子对父母应该讲，这是一个本分、嗯、但是还有一种那更高的程度的本能，一种本能，就是说雷锋做好事几乎他并不是哎呀我为了做好事做好事，几乎成了一种这个人的一种本能了，嗯，是吧？这是非常可贵，非常可贵。今天有很多年轻的小朋友都在这坐着，有一位代表跟我讲讲，你们现在学雷锋都是什么形式啊？这位小帅哥，来，嗯，嗯，我们现在学雷锋就是需要别人帮助人就要帮助他，嗯，不管什么事，哪个年代都是这样。具体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安民学校搞活动，在十四区捡白色垃圾，啊，擦公共座椅，还为老年服务站的爷爷奶奶们端水按摩。亲爱的小朋友，来，你上来跟我们分享一段。你叫什么名字啊？王勇。王勇。几岁了？嗯，十二岁。十二岁。你刚才说捡白色垃圾是什么意思？给我们说一说。塑料袋、纸屑。嗯，垃圾。嗯，为什么要捡它呢？因为就居民们不爱护环境，嗯，所以我要爱护环境。嗯，环保，绿色，嗯，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了。是，你看，从当时给打气儿、擦桌子，现在上升到这样一个层面。嗯，社会在变迁，但雷锋精神是永远继承下去。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还有一种精神也是一代代的传承着。就是这种多年的传承铸就了我们祖国伟大事业的发展。我知道你说的是两弹精神，两弹精神不仅促进了国防事业、科技事业的发展，还培养出了一批吃苦耐劳、勇于创新的科技队伍，大大增强了国人的信心，推动了国家的发展。下面我们就请出这方面的专家来为我们共同讲述传承这一精神的光荣故事。当时您二位到这个地方来创业时候是多大年纪？我23岁。您呢？32岁。您刚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感觉呀？我们当时苏联专家全部撤退了，我们国家要自力更生来研究这个核武器。当时调了105名技术骨干。嗯，我是从科学院调到来的。等于您比王厂长来的要稍晚一点。比他来的草原晚了一点。来草原晚。我是1963年4月来草原的。哦。嗯，我来到草原的时候是有三个那个红楼，就是那个刚盖了三个红楼。哦。我们的比较部长还有其他领导都是在帐篷里边，对于科技人员特别关心，啊。刚才王厂长也提到60年代那个时候3年自然灾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听外公说，那个时候都啃树根啊，挖野菜啊，生活非常艰苦。当时我们到那个牧场耕完地、收完的地里面去刨那个野萝卜，刨一上午，也就是刨一个罐头盒，刨了盒以后石头一架煮了就吃。那当然吃得香蒙蒙的，有东西吃就不得了啊，对不对？好东西啊。老伯生孩子的时候给我了7天假。嗯，我这7天呢正在这个关键时候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关键的一个问题。结果我呢回去叫我在家服侍老婆7天，结果我趴在桌子上整天研究我的问题，奉献了。嗯，他还得7天还得给我做饭。结果7天没到，我说干脆算了，我还是上班去吧。结果本来是伺候老伴儿的，组织上班，结果给您放了7天产假。啊，有了方方面面啊付出的努力，最终我们成功了。64年，所以我们的国防建设又上了一个台阶。哎，成功了。哎，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又回顾了我们军人在祖国的不同时期、不同岗位都发扬着自己的荣耀精神。这些精神也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每年的回顾都能让我们感受着一种种精神在传承，也能被新的故事而感动。时代在发展，但这种金子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翻念2012金旅文化大事业荧屏最经典时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欢笑、温暖和鼓舞中一起期待明年盘点2013军旅文化大事业特别节目的精彩。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军旅文化大事业。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节目内容和节目动态，请与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与我联系。好，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再见。军旅给您英雄气概，文化让你有高尚情怀。走进我的空间，打开你的视野，让生命更加壮丽，让人生更加精彩。军旅文化大事业，期待您的到来。